小玲，能帮我看会雨薇吗？我，我一会儿就来接她啊。可是，来不及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芝芝，进来吧。美姨，妈妈。挺好的，做的。这词我选的挺不错的。内容挺丰富的。这雨薇妈妈做这策划案还挺专业的。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哎，过奖了。哎，你看看以前的也很高级。你喝点什么？哎呀，我今天出门喝了太多水了，喝不下了。你们点，吃点儿，吃点点心。嗯，哎呀，我最近在减肥，更不能吃了。你们点吧。你这么瘦还减肥啊？胖啊。这。果汁你要不要吃啊？张芝芝，你赶紧过来把你女儿接走。那你们三位还看吗？不看了，还是老样子。他已经给我造成了20000多的损失了，我要他长大了整天陪我。我快要被折磨疯了，小姨，你看，你喜欢画是吗？我教你画。明天我跟雨薇妈妈就开始现场布置的准备了。嗯，那你们也按分工执行吧。嗯，那今天咱们就结束。行，服务员买单。哎，来了。你好，扫我。1672.5。哎，雨薇妈妈，买单了。哦，我买完了，那咱们先走吧。收拾了，有点困了。哎，我也好了啊，服完了啊。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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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